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少比。今天呢，我有一个特别来宾，欢迎到我们的 Kai 啊！大家好，我是 Kai 啊。然后今天从桃园来到我们之前著名的北投公园来这边跟我做 PK 的决斗，因为我们互相看对方不爽很久了，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我们最热爱的宝可梦来做一决胜负。我们会选择来北投公园，是因为北投公园曾经是一个宝可梦热潮的地方，但现在有点没落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让它燃烧起来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这边一决生死，而且其实北投公园应该是当初你弃坑之后，然后被坑了第一个，对，最一开始应该是在这附近抓到了一只兽血神盾，然后让它回归。OK， 那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决战的规则就是，我们先猜拳，赢的人可以决定说他要用哪个联盟来对战。没错，只要赢的人，他可以有权决定他接下来要选哪一个联盟。但是你不能出同样一只的宝可梦，而且同一种怪兽也不能再出现。比方说，可能你有三只其他地娜，结果你每一次你三只都选，你都赢了，然后都选大师联盟，然后全部都出其他地娜，但就怕变成这种情况，所以要达到平衡。事不宜迟，马上就要决斗，先猜拳吧，怎么样？来猜拳啊！我其实猜拳练得很强，我每次洗餐盘都要猜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这是要洗餐盘的，不要的，不要的。Yes， 你讲啊。我最有自信的就是高级联盟，高级2500的高级联盟。OK， 那我们实行三场决斗，来看看谁能够得到今天第一场胜利。Fight！ 这只啊，刚爆他，刚爆他，绝对绝对把他打痛。好啊，来看看谁会赢，你们觉得谁会赢呢？来。哎呦，不错耶！吉亚迪啦！你怎么快啊？夜刃哦，昨天稍微选过了嘛。防虫护盾啊，是不是？被听到了，很快耶！啊。为什么啦？哎呦！为什么啦？淡的，哇，舒服啊！我跟你讲啊，直接灌爆你脸！你搞我怎么这样啊？玩水了，玩水喽！呼呼！哇，舒服哦，冲凉凉！打完打下去我还不会死，应该还有机会。看，没有机会。干掉了啦！真是奇怪。观众你们应该也知道，除了阵容已经刚爆他对吧？谁记错？吃力法刀痛。错呀 ！Yes， 第一场我都要胜利。OK， 我们万众瞩目的第二场准备开始。因为我刚刚已经赢了，所以我决定首战就失利，有点难过。我要让你更难过，因为我接下来再决定再一次高级联盟。高级联盟，没错。很好。Round two, fight！ 你现在也没有其他地娜可以用了，你少在那边讲大话。你也没有其他地娜哎。我跟你说，你是高级联盟只有其他地娜，直接刚爆哈。最后一次我有点忘记，因为我忘记我给他的小招是什么。奇怪，为什么不能换职？我跟你讲啊，永远都进。
直接再见。太没有道理了，这个直接吃吧。连长在白费力气。啊！又是你先，呼呼！我没有道理。讲了，开趴了，开趴了。不行啊，怎么都是你先？这个我也刚挤满了，没有道理啊！都是你先，你看。你有张良接了，我有过桥梯啊。讲啊，你今天注定就是要来台北被我当掉了，这样对吗？我风尘仆仆从桃园来台北 ，Yes， 我们开了等不及了，准备要进行我们第三场，因为刚刚又是我获胜，我决定要进行超级联盟1500的，1500，Fight， 让大家猜一下我会出什么，江不愧是老大。来吧，看我要怎么试试。哎，等一下。这么快啊！想干嘛啦？不要干坏事好不好？不要再用防护盾了啊！用武装面对啊！不要干坏事好不好？冲浪哎，冲什么浪啊？我靠！舒服了，好痛啊！啊，你的十字剑也是不过如此而已啊！中奖！哇！哎呦！哎，绑起来了！看来这位也只有2500是厉害的嘛。1500还不是我的手下败将，差不多了啦。这一只是不是？完了哎，塞个布它有副作用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它现在是攻击严重下降。看不到我的第三只，绝对看得到。这个有点快哎。哎，可恶！哎，我不知道你忘记你的第三只哎，我以为我已经把你坑掉了。不可能！我靠！怎么那么痛？哇！大家看看他，他直接跌到地上，是怎样？太痛了！你到时候把我这个手机录影，你看到知道吗？我血够多的，看不到我第三只啊！1500不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今天第一 round 不好玩，我在。不好玩。OK， 看完了这支影片之后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热血沸腾，迫不及待想要跟朋友寄出对战邀请呢、啊？我知道这个影片有点长啊，不过因为很多部分太经典了，想要原汁原味的还原呈现给大家看。如果大家对这个影片有什么看法或是建议的话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很赞的话，也可以帮我按个赞，我会试着做出续集给大家看哦。我是阿扎比，我们下次见。